越多人关注的东西就会成为热门关键字。那2022年工商铺有哪十大关键字？色魔终于杀到埋身，美国联储局去年一口气加了七次息，累计加息 4.25 厘，而香港大小银行亦都陆续跟随。终于可以同安心出行 say goodbye 啦，入境检疫安排亦都全面放宽，相信香港经济好快可以全面复常。建议放宽申请强拍门槛。2022年的施政报告建议将申请强拍门槛降低到60%及70%业权，相信不少老区好快就会脱胎换骨。东铁线过海段开通，会展站正式启用，令湾仔北的商业气氛旺上加旺。市建局正式启动九龙城牙前围道贾炳达道重建项目，地盘面积有成3.7万平方米，这区的发展真是无可限量。而历来规模最大的观塘市中心重建，第四和第五发展区巨无霸商业项目即将上马，成为全新地标。城规会批准尖沙咀柏丽购物大道改造食肆用途，相信呢度将会嚟个华丽大变身，港版香榭丽舍大道快将登场。2022年市场上有多个商场瞩目成交，仲有唔少放售紧添。买商场随时可以连任2023年嘅关键字。而工厦超级大雕亦都唔少，单计20亿以上嘅成交已经有三单。而家物流同仓库嘅需求咁大，工厦大雕陆续有嚟。九龙湾工银金融国际中心银主盘赶及尾班车，在去年底以56亿元售出。湾仔中国恒大中心亦都招标放售紧，银主盘只要价钱够筍，就会获得市场吸纳。今年各行各业回复正常运作，工商铺市场迎嚟新嘅气象，不如大家又预测一下，2023年会有啲乜嘢关键字啊？